总有一些双脚到达不了的地方，总有一些美景在更远的他乡。放下沉重的行囊，用轻松的脚步丈量世界与梦想。 Spark 教学视频系列之手机 WiFi 操控，带你进入飞翔的世界。用短按一次再长按的方式开启飞行器，通过 WiFi 将飞行器与移动设备连接，进入 DJI Go App， 操控模式默认为美国手，点击一键起飞。点击屏幕上的图标，在屏幕上滑动则出现模拟遥感。在手机屏幕左侧向上滑动，飞行器上升。当滑动杆量达到最大时，表示方向的箭头会显示绿色，向下滑动，飞行器下降。向左滑动，飞行器逆时针旋转，向右滑动，飞行器顺时针旋转。在手机屏幕右侧向上滑动，飞行器前进，向下滑动则为后退。向左滑动，飞行器向左飞行，向右滑动则为向右飞行。再次点击屏幕上的图标，便会锁定飞行操控。你也可以开启 APP 右上角的云台体感俯仰开关，进行云台方向和角度调节操作，最后点击一键降落，飞行器完成自动降落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刚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进行及时分享，在 DJI Go APP 中点击进入编辑器制作影片，筛选已经缓存到本地的图片和视频进行编辑。在制作影片中，你可以对素材进行调色、尺寸修改等进一步美化，还可以在素材中进行转场效果选择。 APP 中还有丰富的自定义背景音乐可选取，新添加的三种音乐模式使得影片更具有趣味性，多样的滤镜模板和标题设定功能让你的影片与众不同。编辑完成后，不仅可以上传到 DJI 社区，还能同时分享到微博、微信朋友圈、 Facebook 等多种社交媒体，是不是很令人心动呢？赶快试一试吧。